如穷婆与富婆互换身份之孤卡 PK， 穷婆拿出孤卡素材。哦，今天又来体验富婆的快乐了。这孤卡砖、孤卡盘，还有孤卡贴纸。富婆的孤卡素材好多呀，这里居然还有一箱新素材，让我来帮你拆拆看吧。哇哦，一整箱的小书森雷，折耳妹妹的笔袋居然入了三个，一个紫色，一个粉色，还有一个超酷的黑粉配色，都好迷好米。还有两本折耳妹妹卡册，这封面也太好看了，每本还自带四张妹宝的绝美小卡，还有机灵姐和折耳妹妹的新贴纸。耶耶耶，等会立马试试这个孤卡砖贴纸。富婆拿出孤卡素材，每次孤卡 PK 穷婆都是万怕的，今天轮到我来体验一下。点开左下角的孤卡小游戏，只有这一个卡盘，完全不用选择困难症了，只要刷一个喜欢的颜色就好了。贴纸虽然不多，但还挺好看的。看我来展示我的电子孤卡首秀吧。富婆开始孤卡，穷婆还在沉迷开箱呢。我先来开孤宝，用电容笔代替镊子，酷酷撕下贴贴，随心所欲往卡盘里炫。电子孤卡可以随时调整贴贴的位置，就算一开始孤错，也能轻松变换，也是别有一番乐趣啊。看我把这些可爱贴贴都孤上，炫一个满满当当，我做的应该不比穷婆差吧。最后再来搭配一个超高颜值的珠链。哇哦，我的第一个电子孤卡完成了。穷婆开始孤卡，坐拥这么一大桌素材，我要酷酷开始孤卡啦。先来孤个卡砖，用折耳妹妹这个孤卡砖贴纸酷酷一贴，这就已经很好看了。再来点装饰小贴贴，美美孤一孤上层卡砖，超简单就孤好这个绝美卡砖啦。看我美美再孤一个，这次轮到我用数量战胜富婆了。喜欢的话要投我一票哦，这个也孤得好绝美呢。你们更喜欢谁孤的？